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蓝。距离上一支有关于《灌篮高手》的影片所发布的时间，算是过了一阵子了。那这段时间里面呢，其实我还是玩蛮多的，只是就是开实况跟私底下面的时候玩，因为总觉得有些东西没有玩得很好，不太好意思去跟大家聊比赛或者是分享太多。不过在上个礼拜的这个周末，有去播了 SCL 的试办赛，我觉得算蛮有趣的，跟这个 KYO 一起玩了一个晚上。然后在这个今天的就是录影片的当下的今天，终于从这个明星五爬到明星一，准备进入这个再上一阶的门槛啦，算是拉了一波的连胜。那玩起来也终于有多一点心得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跟聊一下。那在影片录制的这一天哦，刚刚好我是87名的。台湾87名的这个藤健师算蛮有趣的，前面有蛮多的大大有分享过一些东西，也都是算是蛮受用的啦。那我这边呢，先稍微聊一下我现在所这个天赋的部分，是这个近乎快开满了，只剩下绿光的几个东西没有点，那可能也不一定会去把它点满啦。那羁绊的部分呢是有开花型，那剩下那个五个人的仙道太贵了，我就暂时应该也没有打算开。那潜能的部分呢，我所期待的是在这个，就是中投这两颗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要玩藤真所配错的啦，基本上应该会是补齐这个技巧三分，到时候把它补满，然后稳定分位、精准传接，然后手感提升。永不元气跟一个这个没有去升级的贴身防守，这两个算蛮重要的。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把哦。今天在实况上面，我觉得算蛮有趣的一场对战了。这场拿了非常非常多的分数啊，有些小观念跟我自己目前觉得还算蛮好用的小技巧，在这边分享给大家。那在多牌的状况底下，基本上几乎队伍里面我都是去担任出手为主，就是去拿分的一个得分角。但是其实藤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万用的角色，有机会的话呢，多能够传给队友也算是蛮不错的一些选择。那起手的地方我们对位到的是这个木木嘛，木木学长。那中锋位是这个板位是樱木加上这个鱼柱来去单挑，那仙道再跟流川枫一个算是世仇的部分去做选择。那起手这边对方先得了一个分，那我这里其实算有漏掉，这里有漏掉给对方一个机会，还好眼镜哥没有投进。那这边流川枫扒了一个锅，算是相当不错。我们先把球带出底线过来，再给到流川枫给到一个单打的机会，他把球传过来给我，往右边拉，利用队友的掩护，其实这边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出手机会哦。如果能够沟通的队友，他其实就会多去帮这种射手型的角色去做一些拉扯，让你比较好去做进攻。那像协防内线的时候，其实主要盖流川枫跟仙道，我都是去盖二段，因为你不太能去。无时无刻就是往那么内线的地方去贴，很难盖到第一段啦。通常就是选择第二段，那第一段去让板位的可能是赤木、樱木或者是鱼柱去盖。那这支影片会跟大家去聊一下一些我觉得不错的一些小习惯啊，或者是观念，目前还觉得还算是蛮受用的。那我自己在守人的部分呢，我的防守做的还算是比较差的。这里算是一个第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小技巧，就是我很喜欢在尤其我起手接球的时候，我先往右边踩一步或先往左边踩一步，瞬间用突破往反方向拉，然后后跳后仰。那其实基本上如果对方那个位置是中锋位的话，他们很容易会往里面就跑进去，就是准备要去抢板嘛，因为他们可能跑比较慢，起手就习惯，所以那种时间点很容易可以拉到一个时间差去进行一次的后仰三分尝试。那如果当然你所携带的潜能哦，很带很少三分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不要去做。那这边有算是有干扰到木木，往右边、左边拉开来，这是第二次的三分球进手，再有晃倒对方哦，没有协防的情况底下就可以大胆的去做尝试，因为三分球的投资报酬率其实算是蛮高的，如果能够
在大概三到四球能够进个两球的话，其实都是很可以接受的一个命中率。像我这边再换开一次，这次空位出手并没有命中，但绝对不会有人怪你说这样子不投啦。只要你是一支适合投三分的角色，比方说像是藤真啊，像是越野红明，或是像是哦这边又漏一个，算是有干扰到，但是其实算是漏防守了。刚讲到藤真、越野红明跟三井寿嘛，这三支算是目前最高的三支得分手在三分球的部分。那刚刚那边又是一次的起手往左边拉一次，往右然后往左边拉一次的投篮，这算是我最喜欢的啦。我目前最喜欢就是左边45度角的那个部分。这里的话藤真，如果你要盖到先到的大绝的话，要在他头发过这个篮网的那附近的时间点去选择。那这边又再一次拿到第四颗的三分球进。那我是有带那个手感提升的，所以现在我的三分球已经叠了蛮多的部分。那面对到先到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像我刚刚就有去利用我的身体，在我防守木木的同时去卡一下对方，让对方有可能会撞停。那撞停之后，其实先到就会相当好去做对付。这边再继续做进攻，那他准备想后仰的动作，这里被我们的板位被冷煞的樱木给盖到了。这边这次的出手算是有一点点勉强，但我知道他盖不到，加上我有手感提升以及是不少的抗扰，所以我还是选择出手了。运气也不错，顺利的投进。这边再次撞停，而且是最惨的状况，直接跌倒了。那我这边再一次的空位出手，第七颗的三分，这场的得分算是相当高，利用了很多的这个队友的掩护以及是几次自己的就是寻找点位的部分。那这个位置慢了一点点，没有盖到他的三分球。再一次的出手，这边就假头真传给到队友身上，还有46秒的时间，晃倒了，但他还是把球选出来哦，因为鱼柱在那个位置还是有可以去拔锅的机会。那我们再拉一次的空位出手，没有命中，没关系，再拉。这次又一个空位，但还是没有命中。叠满五的藤真哦，其实他也还是没有叠满高层的这个三井来的准啊，但是算是很可以投的了。而且假头真传很容易可以帮助他躲过被拔锅的危机。那这边再来，好切入进去，没有办法，我们再投。这边其实已经投到投嗨了，我的队友们就想说我已经叠那么高了，这场手感很好，就一直给我投，一直给我投。总共已经来到八颗这个三分嘛，24分至少的进账。先到再投一球，这边把球再投一球出去，这边算是硬投了，但因为已经无伤大雅，就想说就没差。这边再拉一次，第九颗的三分。那其实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说，其实三分球像我刚那样投，有些就是靠帅靠帅，但这些东西本来就富含的几率成分在里面啦。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起手可以去看一下对方中锋的位置，因为我们对位到的一定不会是大前或中锋嘛，正常来讲不会啦，除非你们的阵容或对方的阵容很奇怪。对，那我们不太会去对位到大前或中锋，所以可以在前面几球的地方去观察一下对方这种板位的角色，他开场之后他怎么走，那我们就可以利用队友帮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板位帮我们稍微挡拆的时候，对方的板位往里面冲的这种情况底下，可以去往这那个位置去做突破，然后后仰跳投。那其实那是一个得分效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跟方式。那特别适用在你的板位是樱木花道的时候，因为他这样子做完之后，帮你卡位完之后，他其实开启加速，他还是可以冲进去去抢你那个三分的篮板。如果你没有办法命中的话，那我自己打起来的话，我还是蛮喜欢有个鱼柱队友的，因为他其实很他的板墙，然后内线的这个主攻率又好。那再来的话，板位另外一个可能会是在樱木花道吧。然后其余的队友，我其实觉得差别没有到这么大。我会希望有一个可以内线突破的，例如说像是流川枫，或者是先到吧，就是可以去内线突破，帮我们吸引一些人。那
比较好可以去做单打，那晃倒对手之后的投篮，不管两分啊、三分、中距三分，都是还算蛮不错的一些选择。那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是近期才入手藤真的话呢，你所要携带的这个潜能的搭配以及是天赋要先点哪些哦？上一支的藤真影片其实有跟大家稍微分享过了，内容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差不多。最重要的几个，第一个是这个变化跳投的这个左右跳步，这个要先点出来，因为你没有把这个点出来的话，他没有办法像是那个木木学长一样去侧身投篮。像我刚刚其实用的比较少一点点，但是他可以突破。就是突破，然后变化跳投，其实就会像是木木的突破跟左侧身的投篮一样。那这次会是第一个，我觉得必须要点的点出来的技能。第二个要点出来的，会是假投速传里面的这个跳投速传，它可以帮助你这样子的过程中，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就是假投速传啊，把球传出去，如果位置不好，可能会被扒，或者是会是被什么严重干扰的情况，就是可以把它传出去，这算蛮重要的。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个侧步后仰的这个部分，这个会是第三个，应该说这三个是前三个要先点出来的部分，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突破之后，像我几乎每次的出手都是突破后仰的这个投篮，要点出这颗大颗的天赋才能够去使用。然后这个部分的话也可以，就是可以在没有突破的情况底下，你运球直接后仰跳投，这个是再来的部分。那剩下的东西有一些小天赋，像这种中投命中啊，其实也算是蛮重要的。在接下来的更新里面会去更新，把这个藤真的中投命中率、控位出手的命中率稍微提升一点的。我自己个人是乐见其成啦，虽然在看数据之前我没有想到会 buff 藤真，因为我觉得藤真算够强的一支角色了。不过好像是在那个高端的藤真胜率并不高哦，也有可能是大家的天赋没有点的很满，导致说用起来会有一点点辛苦。那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啊，点完了之后你可以去点超解，那超解也是蛮不错的。可是超解要跟大家提一些小重点，就是在于你超解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去抄一些得分手，比如说像是木木或者是三井寿等等这种类型的得分手，不要去抄，因为你一抄他就可以转个身投三分，或者是像直接左右侧步去投中距离，那基本上就是掉分了，除非你的队友有补防到啦，或者是你就抄到那个球，如果没有抄到就出大事就对了。那绿光的晃倒也是我觉得算蛮好用的一个部分。那接球速投的部分哦，我自己是先把这个空位中投这边点满，以及是抗扰率这边点满之后，再去点剩下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点完，其实就会花蛮多资源的了，但是他藤真就能够有一定的强度。那在潜能的部分哦，一样开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所携带的是以这个三分、传控、抗扰这三个为最主要的这三个。那为什么会有两个中投？是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想要练藤真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东西升上去了。本来一开始想说我要去点三井，但事实上哦，不管是怎么样，基本上都不太会去带中投啦，带抗扰比较实在，所以之后我可能会等这些东西全部升上五，可能要等好几个月吧，之后再考虑把这个退下来，再升剩下的两颗。但是因为黄色的这个技巧三分为主哦，再跟他提醒一次。但这地方如果升到五级的话，他跟这个全能后卫一样，是提高 0.7 的这个空位三分啦。对，那其他部分我带的就是稳定分位跟精准传接，再来还有带这个这些。那这是好像是我不小心抽到的。那你要投三分的话，就是手感提升跟永不言弃。OK， 那这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藤真的部分就差不多到这边啦。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就是比赛的聊比赛的东西啊，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想要让我跟大家再做分享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地方告诉我哦。那就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了，我们下次影片再见了，拜拜。
you.